好，你好，啊，我是杰德丘比特，请问一下你单身吗？吓到了吗？你把我吓到了。你喜欢女孩子吗？我喜欢女孩子。啊，那你会喜欢什么类型的？不知道，都行，都行，是个女的就成。都行，形容一下呢？是个女的就成。嗯，看感觉吧。看感觉。对。好好好，那我帮你找。可以。那我们交换一下微信。美女，美女你好，我是杰德丘比特，然后有在这边做快速配对活动，请问一下你单身吗？好，单身。单身，那我刚刚有认识一个小哥哥，就我觉得你们俩蛮搭的，然后你们认识一下好不好？什么小哥哥 ？OK， 那现在两位已经就位，然后我刚刚没有问两位的个人资料，然后个人信息，我现在先问女生，要听好哈。女生今年多大？十八。怎么称呼？叫我虫虫可以。那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？没有。有什么梦想吗？也没有。梦想也没有。没有。那什么星座？水瓶座。水瓶座。哪里人？广东的。来成都玩的吗？算是吧。哦，那好，那我现在问男生。男生怎么称呼？力气。今年多大？今年18。那你什么星座？双鱼。双鱼，平时有什么爱好？爱好啊。我是 DJ。然后梦想呢？没有梦想。没有梦想。赚钱嘛。梦想就是赚钱养家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好，现在我数321，然后你们就转身。321，转身。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好紧张啊！好紧张，会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是，是特别可爱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她，超可爱的女生。然后那就现在就10秒的壁咚时间，用眼神交流。10秒壁咚，用眼神交流。壁咚对。对，快一点了。好好好，就这样子。我开始数了哦，要看哦，眼神交流哦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你有没有在认真看，男生？超认真啊！人家都已经这么主动了，什么感觉？心动的感觉。心动的感觉，恋爱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就是有一个评分环节，1到10分，我先去问女生好不好？过来，我们远一点，不要让她听到。就是1到10分，你会给出多少分？7分。7分，还是蛮高的哎。对。你觉得会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会。还可以，对不对？特别干净那种，我觉得你们俩很搭哎。那我现在问男生，好的，就是1到10分，你觉得会给出多少分？10分满分。10分。10分，哇塞，是不是特别特别喜欢？就特别心动的感觉。就10分嘛，对。刚刚我有问到，就是，双方给出的分数，我觉得都蛮高的。男生给的10分，就特别喜欢你哦。应该是李孝欣吧，对吧？李孝欣，我觉得你们俩很搭哎。然后双方给到7分以上，然后就会有一个小游戏。7，女生给了7，对吧？7是拥抱，然后10就是亲额头。然后你们选一个，不一样没关系。那就有意的拥抱好了。男生主动一点啦，这么喜欢人家。10秒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然后你们现在可以交换一下微信，交换一下微信，对吧？因为女生不是成都人哦，你是成都人吗？不是。对呀，那你可以带她到处玩呀，就吃一点成都的特色小吃，对不对？
可不可以？要答应我，一定要就是带他到处玩，然后吃一点东西。